我来了，我第一次才30分钟，实在快，马上到。他在哪里？他在旁边，他先放我。对了，刚刚好，准准，我跟你说。我的动。今天是最准，他8:29。来，坤Q来喽。嗨。哎，坤Q今天第一个，不然每次是前哨。对。怎么会这样啊？最近没有看到他们呢。有根本就是这个人support你已经。啊，这个support。他每次叫我全部帮我倒数。没有倒数都没有用，他妈的，他都没有跟你买东西的，从来不没stand out是干腰的。最后10分钟，我们网民啊，1万多个，2万多个啊，现在是最喵的，看喵，他自己在卖鱼的。你今天肯领什么杯？是吗？肯啊，是吗？刚才他跟我讲，是吗？我再唱一次。哎呦，再我再唱多一次，因为你这样子不，我没有唱给你，肯定见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肯领 ，Happy birthday。我们今天在 shopping center。对。然后我要说。干男，对，那Hello巧儿，他没有叫林北的名字，对。给你们猜，今天我们在哪里？给你猜 ，Where are you？ 这个什么 ？Dylan Kong，Dylan， 他的名字我知道 ，Dylan Kong 港。他在乱帮人家改名哎，真的。还有 ，Hello 大家晚上好。这个姓什么是 ？T M 车。车啊，车啊。汽车的车啊 ，No 啦，I don't know 华语叫什么？对，王良哥，你好，这个卡里，咖啡，三面，我名字都很难念呢。Jesslyn，Anna 棒，我这个货难念。Angel， 你知道是哪一个吗？哈，你去看他的播放，他妈的，他就是他妈两粒，就是这样，你看了硬了吗？他放他的胸部很大力的，他妈的他还讲什么？你们硬了吗？没有，今天我有看到，我要睡，你们硬了吗？他的死人脸还讲，很多人问我们吃晚餐了，还没有吃，双八，我也是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吃，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要等到11点多才可以吃，哇，他今天三场，妈的谁厉害？总算啊，这一年啊，没有跟王雷白跟了。有的人一年哪里有这样成绩？妈的，我跟你讲，我的不是他厉害，是林北厉害。要看跟谁？啊？曝光？不要紧，等一下我们要移地方了。我们移地方啦，看见他曝光了，我们就移过来这样啦。龙这边也是曝光，可以啦，拍照你跟他拍啦。妈，有人要拍照拍啦，不用紧的，啊？你拍你的先啦，啊，这样就不一样了。人家拍照敢敢来拍啦，有人说要拍就敢拍，是不是？要你们在这边跳，干嘛一个？妈，是一个大shopping center了，你看。你刚刚猜在哪里？这个很好。妈，你们猜，你们带，你看，看你那巧合，你看巧合，你看巧合，对不对？红了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看，你在找他拍照，是不？是摸到你哦。来，谁？来。跟你们讲啊，人红就是不一样啊，就是这样啊。你看，人红就是这样。OK， Farida， Wang Lei， How are you? Jana， tell him he used to call me Ferrari. I follow him since 加 FM。哦 ，OK， 你再来 tell him， 你懂吗？这个 Farida， 你认识吗 ？Since 883呢 ？Yeah， 师傅，有一个 Farida 讲说你以前叫他 Ferrari， 你记得他吗？啊，对，很久，883到现在讲。你好吗？很久没有看到你。我也没来，为什么你这样久没有来？他马来人，他讲马来。呀 ，Where so long you never come？ 阿不是录一段拉玛达拉当，阿拉玛我应该录比基马纳嘞，我应该录是啊 ，Brandy， 哇，录斯卡朗拉桑尊巴哇 ，terima kasih， 妈呀 ，terima kasih 啊，啊，巧合跟不是跟对了师傅，因为他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我一直 Jack 他一直骂他骂他，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我又跟他讲，你今天要做直播啊，你要网卖啊，不可能 A 告了，谁会看你？你看今天什么都讲，你看有些人叫我可不可以讲standard Chinese 啊，标准啊，这是标准的华语，就我们什么都可以，因为他年轻，等一下我不可以很标准，我要差一点点。
点按摩了。对呀。我跟你们讲啊，我们5000人啊，我们带你走 shopping center。很多人猜不到，我们猜不到，你们猜不到今天我们在哪里。我给你们看啊，你们猜得到。是以前的彩妆。啊，没蛋那个工，你跟你那里真给不？你看这兄弟啊，这个地方啊，新加坡人啊，如果年轻人啊，90年代、80年代一定有来过。对。学生哦。学生一定有来过。你们最近有？我很少来。没有啦，你的时代不是的。也不是我的时代。是谁的？三十，不是宜孙，不是宜孙。45岁，差不多，讲这个对吗？错，为什么 ？Central point 错。谁？文化，文化，文化，差不多。Queensway Shopping Center point 对了 ，Sharon， 我这个厉害。Sharon， 是，对，真的，步入年龄了。Center point， 因为我讲这个，每个人都知道。学校啊，每个人就来这边。没有，因为那个年轻人是什么？他们来到这边啊，学生来这边站而已嘞。站而已。人看谁化妆的比较浓、比较姣、比较美嘞。每个人啊，他们以前来的啊，就是妆到这样，然后他们就化到这样，来这边走，来这边看，然后他们就来这边。你看，他们就每个人就来又化到这样。滑一下，滑到 Eric 的照片。对，妈的，我。他妈的肮脏人的，他肮脏的 ，Eric 很肮脏的，我跟你讲，全部拍人家的啊，照片跟人家拉到最熟，妈的 ，Center Point 对 Center Point Center Point Center Point Kids correct 等一下啊，林北还要送东西，还要送，我送鲍鱼。Actually 我不懂今天买什么，因为我刚才8:29到，我就走出来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鲍鱼啊，我们的鲍鱼已经卖到7788，很多人啊，我差不多要收工了。这个礼拜最后一个 live 我收工了，为什么呢？23号。我的鲍鱼我卖了去年卖到要死，只有5000罐，今年一开播啊，3个直播啊，我卖了要8000罐鲍鱼，龙虾到现在我卖了4000多只，要到5000。我跟你讲，今年是大卖，真的是大卖，谢谢你们，真的，差不多要收工了。你看 Emmanuel 讲什么 ？Emmanuel， I always go there find girl。对，很多人在那边啊。Not chicken 呢 ？Not chicken 啊 ，Here no chicken one 啦。Find girlfriend。啊，这边就是每个人赞助，就是这样啦，赞助。看东看西的，台湾人这样讲话啦。啊，是这样的。真的这样的。那个手要这样的。先到杂货就是这样吗？妈的，你会打这个吗？啊，我会打这个吗？我觉得这个你很厉害。你为什么很知道？因为你一直讲。喂。妈的，我们该你了，小威你再比多一次，小威你再比这些讲什么？讲，我觉得师傅玩这个很厉害。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这样。对，你看，该你了，妈，要玩这个要搞死了。哈哈哈哈哈！别人比，小威比没有事情嘞，他妈的，小威比没有事情，你别比一定中枪了，他妈的，你看这个角度像什么？在玩 game， 干你呢？想歪了，想太多了。Center point， 你搞鬼了，不要 game， 你看他带你走，我带你走。Center point， 你看。对啊，现在蛮多人的。对，晚餐时间。今天又是星期五。晚餐。对，我们带，带你走，我们带你走。好呀。我们带你走啊！6000人啊，帮我分享。要6000人，今天人数会比较低啊。带五。刚才我。我最高2700，是吗？今天拜五吧。今天拜五。我肚子饿了。这件我是我现在我肚子饿。这件是我每天很喜欢的。哦。我很喜欢的。哎，这个认识我的。哎，这个。你问他，我是什么？你问他，来你问他。What he do? He's one of the candidate in the Diam Diam era. 哦。再问多一次。I want to join his party, but he diploma.哈哈哈哈哈！对嘛？可累可累。他是在这边工作的。你看马来同胞，你看马来同胞，他是看我的电影的。CMI，CMI，CMI。My Chinese little bit English no demean。你看，他还是我的 supporter， 你看有没有 ？Daddy， 哇 ，Thank you 啊。
他还在看我的直播，有没有？你看他还在看的，特拉马卡塞啊！你看厉害啊！你看马来人呢、哦？你看，哎，厉害，都知道，厉害啊！你看这个人讲通了。我跟你讲。Hello， 他要 join 你的 party 也不错。这讲说，如果你去选那个议员的话，你可能有机会。可以，哎，这个 shopping center 以前是 biang biang 叫。biang biang 叫就是人潮满满，拜五这边，我给人家看哦。那个是二十年前啊，二十年后，干你那一只蚂蚁都没有。你看，干你那，你拿住，你拿住啊！你没，你来，你叫他们拿。你看，以前就是这样了，站在这边看，先砸破这样，先砸破，先来先起。他妈的，现在你看，妈的，一只蚊子都没有。因为以前是学生没有去看奶奶，对，以前学生没有看奶奶，现在我老了才看奶奶，以前奶奶没有去注意，结果觉得我爷奶奶一生中啊对我太重要。师母，我就是看到奶奶，我看奶奶，我认识。你是在这边找师母？不是，我是看到师母的奶奶以前蛮大力，她本来这样大力，生一个干妮娜，现在生荷包蛋，妈了越生越小。人家是越生越大，乔安就不一样，乔安可能越生越大。我希望啊，对不对？就不一样。改次，我生孩子了过后，我给你看。啊，他妈的，他要给你妹妹看他的奶奶，他要骗你妈，林北是他的师傅，他要给林北看他的奶奶。这边就点过了啊。那奇怪哦，我们进来是这件红彩的，红彩。我们出来，我们进来聊天。要听音乐。哦，听音乐啊。这个我开的 ，On Radio 嘞，现在 On Radio 嘞。哇。On Radio 就是我开的了嘞 ，On Radio 嘞。你不是 Hong 吗 ？On， 我姓 On， 你妈的啦！啊，你哪 ？On， 我是姓 On。啊 ，Video very blur。要很萌，我们没事哈。没啦，不要紧，慢慢来。来，我们就进来看看啦，来。哇，这边很漂亮。我们哦，现在好了没有？不会 blur 了没有？等一下，我现在看广告。我们站在这边了，我们坐在 VIP 了。等一下我们进去啊，我们这边进去。来，哦，我们要送东西。今天我们来卡拉 OK 了，好不好？每个人6K 了啊 ，6K 很卡，现在会卡吗 ？OK 吗？现在会卡吗？我们后出先。啊，这样咯。我不知道啊，为什么你这样快还会卡吗 ？Blur 一点。还是 blur， 还会 blur 吗？有 WiFi 咯。怎么办啊？还会 blur 吗？开 WiFi 咯。开 WiFi。啊？很萌哎。你开 WiFi 想开？想开。六亏不？我亏啊。我那有开了六亏嘞。我亏啊。有开嘞。有开了自己连接了，对呀，我连接了 WiFi， 全部都有，不了，比较好了啦，非常好了，好了，我进来就好了，好了，很萌，现在会萌吗？会萌吗？应该 OK 的，来叫两个女孩子来一下，来叫女孩子 ，Eric， 叫女孩子 ，Eric， 来，谁讲 blur？ 应该是你儿子，我不知道谁，现在应该不会 blur 的吧？有人讲 also at center point now， center point 啊，你找不到我们的。有没有找 ？Very very blur 啊！啊 ，I think OK already 嘞。为了这个，好了嘞，好了，没有等多一下子。那 OK， 那 OK 问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问 ，OK now you very handsome 很 blur 嘞，我要等他们，你看人数。Now slightly better。眼花，好多了。No need to call girl beside got chill. Me. No me. No need. Me no need.阿丽娜，在哪里 ？Yeah, now very handsome 了 ，blur till cannot see who you are。是咩？你刚才讲很什么？很懵，很不清楚，好多了，很清了，已经 OK 了 ，OK 了，这边 OK 了 ，OK 了啊！现在等一下，我叫女孩子来做。好，我们找她妈咪先，要不要？妈咪，找妈咪啊，找妈咪。妈咪，妈妈。妈了，今天我们来卡拉 OK 了。How much is your fake hair? No sell. 好，没有了，这个没有 ，everything no sell 了。Yeah, if you want the 猫 the leg 猫 can， 很多人看那个猫哦，你知道吗？妈的，我跟你讲，你们这些人很奇怪，林北别的东西你不要看，你来看林北的猫，很奇怪啊，而且 screenshot，
放我的毛，妈的重啊！来，妈咪来了，来找妈咪，来，我们找妈咪，来来来，来，我们进房间来，小二，我们进房间，我们进房间，来。所以今天要来到什么地方？我们现在我要唱歌，你要唱歌吗？我觉得你看我们，我怕等一下我唱歌每个人跑掉了。我们来卡拉 OK 了啊，我们来卡拉 OK， 来房间，来厢房，我们来开房啊，我们来厢房比较不一样啊， yeah. 可以了，哎，在厢房了，我们现在在房间了， okay. 不是在公开从场所， yeah. 我们就可以收了，可以收了、啊。那 OK， very clear。啊， very clear 啊，现在啊，我们要给谁吃的？ Yeah, maybe it's Wang Lei face blur. No, my blur then good, you know. 看你 ，my face blur， 为什么要讲我的 face blur 呢？奇怪呢。啊，写到好累了，单泪经什么意思？什么事？因为他们写蒙蒙蒙，写到我们看到了，看鸟，妈的， yeah. 这种人啊很难服侍，给你表演给你们看，给你们看，又靠背靠步，干你这种的，我真的，对啦，又看免费的，刚才哥哥，我以为是李国华，你妈的李国，干你那里，他说以为是李国华。我跟他有缘呢，前天跟他做直播，对对对对，我看你们人数很多。来了，昨天，我跟你讲，今天是拜五，我不知道人数全部跑去哪里，我不知道。对咯，妈的，一万多人，今天才六千多人。全部去 shopping 买新年的东西，差不多了。没有，因为刚才来的时候，我就落塞车。我看到很多。不要出门了，购买海鲜在家里吃就好。真的，礼拜，真的不要出门了。买衣服可以看我直播，可是完了。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啊。李国煌一天直播，第二天我今天跟他拍广告，对，我下个礼拜又跟他在一起。还有莫小玲啊，莫小玲，还有那个欢喜哥，他的人不错，他的店啊，28号开张，他都知道我是谁，他邀请我去，哇，还有他有叫我去啊，我这啊，对，28号开幕。别站王雷太近，他讲话很会喷口水，哎呦，你们都知道啊，哎呦。你们没有感觉到，你们都知道我。yeah, 哇，哎呦，不错，你们的观察力很好呀， yeah, 就代表说没有蒙蒙看得到那个口水，哦，not bad。妈的，你冲了，很气。来跟马来西亚的朋友、观众朋友讲啊，我们两个正式宣布。下个月18号17号、去马来西亚了。第一站应该是 KL, 第二站应该是马六甲。应该马六甲啊。所以有的商家。我已经很久没有过去了。但是三月好像也是买了。三月是确定。昨天他已经跟我拿。我们已经确定了。已经确定了。很快。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要邀请我过去你们那边家里吃饭也好，可以，没问题。好不好，一个饭局一个小时10000。要跟我吃饭可以啊，你别没有办法了，出卖肉体了。我的10000块去你家吃一个小时啊，没有得摸啊，没有得摸啊。你要摸头，这边的头1000块，你要摸胸部1500块，你要摸肚脐1800，你要摸股骨本有份哦，你摸股骨本2800。我还以为那个是最便宜。没有，还有一个，没有，还有一个2800。你要摸我的 LP 3888，因为我没有 LP 了，所以比较值钱。割掉了。来，轮到巧儿，要跟巧儿吃饭的人啊，可以。来讲。一个小时888，可以888，八百八十再来摸摸啊鼻子，没有你妈的你怕什么？摸啊你！我没有，我怕你刚才去摸，然后我摸我脸，等一下我上嘴巴。不会，你看啊，摸啊脸啊，这样，哇，加688，天呢？加，啊那加688，呀，我跟你讲啊，讲，我跟你讲，我就啊我。我就 steady 一点啦，我们就 steady 一点。那边呢、啊，就你觉得多少钱？摸哎，哈，摸哎，摸啊摸哎摸哎。我觉得啊，可能刚才你讲的688。对，688啊。我觉得这个288。
288，我跟你讲，我亲，因为没有东西，没有，我情愿288啊，摸你这个要还你288，我情愿换成东京啊，我丢在水啊，还有咚咚咚咚，你这个288只摸到什么内衣而已，还你讲什么话？288去摸内衣，我去说冰城的摸内衣都不用钱的。那个288我可以一块一块的，你不要咚，我放个水啊，我大大的丢下去，还有咚一声，听得懂吗？对不对？所以他们问你刚才是不是 RM？ 什么 RM？ 你讲的价钱 RM， 你我跟你讲，其实啊，我去马来西亚不是我自己讲好练，我说我放风声出去啊，跟你们吃一餐饭1000块，很多人，我没有骗你的，我没有骗你的，你要可以啦。陪过夜可以，我们算小时，好不好？跟你冲凉5000块，女生的呀，跟女生的呀，男生没有啊？我跟女生服务，帮你们冲凉5000块，好不好？洗奶呢加2888，洗你们的汗加多1888。为什么奶呢比较高，汗比较贵？为什么？因为有汗的味。妈讲这种话就7000多人，我不可以打他。我BB 多少？您别的服务说男生的，你还女生来本BB做什么？房间谁给钱？房间谁给钱？是你家呀，房间都不用了，对不对？米肖峰来了，米肖峰我就 free。Aaron 丹讲，王雷叔叔，我可以跟你睡吗？你跟狗睡哦，跟你啊，跟我睡，跟我家里的狗睡咯，神经病啊！哎，换了巧儿要变西，巧儿，给我88就好。哎、你最近的 supporter 越来越多，真的哦，进步了啊！你哎，工作越来越多、哦。谢谢大家。今天3场，昨天7场。昨天3场。3场，礼拜天7场。4场。礼拜天4场，有人做直播做到这样，林北以前都没有这样。一天跑3场直播，7点刚才到8点，现在8点半到9点，9点半，9点半过后他要跑10点跟陈建斌，哇厉害！你的心愿啊，你的心愿要跟谁做直播？你觉得？哦，我的心愿 啊，我觉得哦，跟王雷做直播已经很 happy 了。哇，够！你懂为什么吗？因为他是直播天王。哎，这个是人才哦，讲人才的话哦。因为没有人比我厉害了，新加坡直播有没有？最厉害的，什么都敢讲。新加坡陈建斌也好，李国煌也好，梁志强也好，谁敢错记者？只有他，只有林北一个错记者。全新马的直播，谁敢错阿龙？林北第一个错阿龙，有没有？谁都照错啊，只有一个人我不敢错而已。谁？啊 ，PM Lee。要我们的 anyway 我们的凯凯的那个都出来了，我还没有分享呢。要咯，他我们一个 group chat 笑耶，他一直跟林北讲英文，林北哪里会听英文？我已经分享了，他一直讲英文，林北一句都不会跟着凯凯他们怎么跟着工作人员 spot 的，整个 group chat 我在里面。Your English improve already. Because no, I know to how to speak, but I don't know how to read. I also I don't know how to spelling. You understand or not?Spelling your name. My name is Kanina Prem. Kindergarten I learn now, one by one learn now. H-O-N-G I learn by one by one. Now I also want to learn because my connecting. Connecting? Very far. I think you mean your connection. Oh, connection. Okay, connection. Now my connection very big already. Go Malaysia, a lot of country. Taiwan also, 邀约怎么讲？Invite, Taiwan also like invite, China also invite. Today Hong Kong also come to invite. Wow! I tell you, no one, no play, play. I say, every day I say dirty word, dirty word, dirty word. But people like me speak dirty word. English, I mean the USA leh. US no. Haven't yet.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have.I tell you, New Zealand 啊，有，我们要骗你呢。My connecting now speak English. Connection, my connection very big. I tell you,、yeah. you see, any deal,、欸、you speak 啦、啊，you speak 跟你啦。王天才在看你。王，哎、欸，王天才，我跟你讲，他妈的，我没。Say English. Thomas Tong.、Oh. Thomas Tong, I tell you, now I know you in Thailand.
You go to the charity, charity. You go there, they do charity. I tell you, now you know shooting, no shooting, 没有拍戏啦。No, no hip, no, no movie, You go to relax, correct or not? Yeah, yeah. You don't want, I tell you, you don't want go to Thailand. I tell you, you better don't want. I tell you, you 1% go. 他讲他回来新加坡了。啊，回来了啊，果然定。哦，等下看你直播。果然定，果然定。哎，我们是卖那个榴莲啊，去年啊，代言人就是王天才。嗯。就是王天才代言的。对。对啦。啊，就是他代言的不好，叫我去买。OK OK， 哎、欸，我跟你讲，王天才代，王天才，代言的。Yeah. 但是老板说生意不是很好。但是叫我进去，生意好。卖了很多。卖了很多，可能会把 Thomas Ong 踢掉，换我。你看，改天我了，因为他不会笑。你输了，吃榴莲，你哎。欸王连才，他怎样？他怎样？他吃榴莲好像在吃药水。Come on， 你是演员，你吃那个榴莲，他妈的好像很难吃，谁会跟你买？你要问我跟他熟不熟？ Okay, 你 okay. 我这样敢讲他吗？你跟他熟不熟？不熟。他讲到好像他很熟，他不会得罪到他一样哎。哎，你好像跟他遇好像一次一两次而已。见面两三次，在那个榴莲那边呢、啊，对不对？等一下乱讲。OK 的啦，他知道林别笑的啦。他差不多放下去。没有，他如果堵拦我啊，他就不了解我咯。嗯。他不就不会了解我。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开玩笑。他就是跟在外面看那种人啊。现在八千人外面看的人最少八千人了，我跟你讲。因为有的 Face 没有，有的 Facebook 他不要你不要按进去，外面都看得到很多。A lot. I tell you, no, no, why, I don't know how to. Why you scared? Cannot flash inside, outside see only.They ask you live with Thomas Ong. Can, no problem. He, 如果他回来呢 I live to Thomas Ong. Who I also can live? Who also can? You, me cannot. Oh, 来有一个啊、Alice Tan. Alice Tan. 下水新加坡丢脸。我跟你讲林北丢脸就丢到你家，我可以丢脸丢到你下面，我丢到我祖宗十八丢到你。谁比较丢脸？有一个是 Alice 什么 ？Alice 丢。那 Alice， 你是西北下水，不是林北揍你，你最少衰十年了。你说我下水新加坡，你又进来看，你又进来干什么？肯定啊 ，you better， 你是女孩子，不然林北今天是臭，你真的是完全是没有水准。我没有水准，你还进来看，你还偷偷看，你还偷偷看，我觉得你很变态，我觉得你很变态，我觉得你如果做你老公啊，我觉得啊做你老公啊很衰，我不知道你老公可能要叫你跟你帮你洗底裤啊什么东西，衰我跟你讲，对不对 ？OK 啦 ，OK 啦，哎、欸，下次新加坡啊，你还来进来看我，F you 了。对不对 ？OK，OK，friend to you。Yeah, yeah, yes. F you is friend to you. Yeah, LP 老婆。老婆。Yeah, KNN TV 奶奶。Okay, CB chicken burger. Okay. No dirty word. Yeah, no. 他们叫你跟那个PM 一起直播。笑，别的开玩笑，不要拿这个来跟你们开玩笑。哎，别的跟我开玩笑，这个别跟开玩笑。啊 ，video blur again 啊。You, yeah. I tell you, blur, then you take your handphone, go to, just on time, tap water, tap water, then you open the water, 你呛那么醉 then you 抹干看看会不会 blur, 没有啦，不会 blur 啦，不会 blur 啦 ，can, OK,、啊、然后你讲这样久了，人家问你要不要唱歌的，别，他妈的，现在疫情哪里可以看，要唱歌，对对，唱歌，哎。哎，对对对，我忘记 okay, 刚才没有我要送给那个 Alicia Alicia Dan 啊，第二是蛋 Alicia Dan 好不好？没有什么送给你啦，就两粒干你拿了，好不好？就两粒你拿去啦，敢拿去啦，敢拿去就干你拿了啊！我 steady 的，对不对 ？Alicia Dan 你一定在看，哎，你 PM 我了，我给你看其他你没有看过的东西，要不要来？你进你 PM 我好不好？好不好？你今天没有 PM 我，林北明天跟你拉黑。来，你老婆啊，好不好 ？Alicia 蛋，
啊，这两个啊，啊，干你拿，干你拿，好不好？干你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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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错啊？没有没有，干你拿。没有。All in give you. All in you take. Yeah, all in you take. All in you take. Yeah. Chinese how to pronounce? Chinese 啊，干你拿。哎，有讲骗话吗？我没有骂粗话。今天这个新闻又在马来西亚又在吵起来，又在吵啊，又在吵起来。好像每年都会被吵，我去年也是这样。对，有一个博士就站出来讲这一句话：马来西亚其实生，他就讲那么紧张。嗯。面包有一间公司也是不是叫干你拿？嗯。你们自己想，有蓝色有白色，是不是？为什么人家不要去讲讲他？为什么是叫干你？对，你去想啊，是不是干你拿？不是。啊，对对对，人家会谐音，会讲去那边，很多，为什么人家不要讲呢？很多东西为什么偏偏要拿这个做文章？嗯、对不对？我不知道啦，我觉得那个人是衰啦，而且那个人我讲过了 ，Malaysia 那个人是以前这个出版社是在新加坡报新闻的，这个出版社新加坡报社回去马来西亚八度空间，我不可以讲什么，你看马上人家知道那个面包了。对不对？对啊，人家又不接，就不会讲，嗯，对不对？因为为什么这个干你拿从我嘴巴讲出来就不是不好听的，对，对不对？我讲就 OK 了。对，嗯、你说 from chicken burger OK 啊，嗯，鸡汉堡包，鸡堡啊，鸡汉堡啦，鸡堡，你好像在教导你别讲粗话，鸡堡，哪里chicken burger叫鸡堡？跟那乔啊，你神经病了。Short form, you know? 啊 ，short form。跟那个。Short form。OK。Short form。Yeah, what, what, what? What?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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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hat? OK 啦 ，KNN 呢？我跟你讲，全新加坡的 KNN， 你想不知道 short form 是什么？现在要9000人，你们想一下，除了 KV 奶奶，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代表 KNN 的？跟你拿啦。那。还有我们如果不要语粗话 ，OK OK， 不要语粗话，你想得到吗？ Okay. 只有我这种人想得到，没有人想得到了，对不对？哎 ，Alan Chan 来了，哇，现在又多人了，9000人了啊！ Yeah, yeah, yeah. 所以我们今天不骂人，喜欢的人他们就会来看，嗯、也有那些不喜欢。下衰新加坡不是你讲的，因为我比有资格讲你，因为我在新加坡60年。我拿了红灯记啊，哎，你看啊，我跟你讲啊，我忘记跟你讲，我觉得他那个他没有比我，你要盖住嘞、啊，那不用钱了，我这，哎，他很顾我的，他很顾我的，没有，我怕等一下人家去他的家，哎，你等一下他给你那个 address 哦，你要给他50000块哎，我给他这样，没有，哪天我拿这张灯记啊，60年了、嗯，所以只有我资格讲你。下衰新加坡、嗯、你没有资格讲我，因为我看到国庆日，新加坡的国庆日几年我就有几年，你要61年了，没有啦，国庆日新加坡国庆日是1965年开始的、啊嗯、你差不多要61年，我大新加坡，我还大新加坡40岁、嗯、新加坡独立1965年、yeah. 我是1961年，对，是不是林北比较有机会讲，对啊，不要讲这样多了。干你奶了，干你奶了。在一起多久了？我们对啊、我跟了我们两个、啊，只差生孩子。干你奶，不要乱讲，不然人家以为我跟你什么有没有？他13岁、14岁、15岁，为什么我认识他？我去他的庙，他的爸爸的庙。他的爸爸是跳档的，来我去唱歌台，连就跟他能认识那边的庙，连他有一天他上来歌台客串，我跟他庙说这个人不错，但是我不会觉得为什么他 A 告 A 告就不能唱歌台，对不对？他不会讲话的，只会唱歌嘻嘻，来跟来宾唱一首歌送给你，注意吧，那是林，只有2部而已哦，那是林林来林丢，整首歌3分钟，我没有骗你的，我跟你讲啊。3首歌3分钟，他哪一支麦？我没有骗人，在后港大牌686。那是林林来林着，喝酒的梦，闺蜜着困真香，输人头。整首歌3分钟，只有这个动作而已。你嘿来嘿去，我在旁边等，他在等，等他。
他会登，但是他不会登回来。我叫他唱歌啊，我在他旁边，那时候我在考了嘛。那是林林来林丢，喝酒登来忙，闺蜜丢滚回旁。他妈的，因为他在后面，我没有叫他登，他就不会自己登回来。你说了，你真的很夸张。你想到今天的巧合，有看歌台的人都知道，新加坡人都知道，他完全不讲话，站在舞台好像他的两只脚啊被那个观察灯钉死了，就不会移了，就好像那种棺材灯啊两只脚啊钉死了，他就不会，或者是他两只脚粘的 A 分啊就压住就不会走了。还有这样，还有一次讲啊，没有，你唱什么什么快歌还有一首。忘记了，没有，你那时候快歌。心间挂了。啊，心间挂了，怎样唱？怎么唱？会记了。啊，他唱的就是这样，他讲，他黏住了，然后屁股成这样一样。No, I never. Never because why？ 他穿那种碰碰的裙，歌台要那种碰碰的裙嘛，他就这样。干你老，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怎样带他。No.我不知道怎样带他嘞，结果他妈的，我跟你讲，他就歌台不红，我讲真的不红，不红，没有人认识他，对对对，不红。结果他去考，他问我，师傅啊，我要去 SQ， 我自己在想，看那 SQ 他可以吗？没你的，没有你的，怎样去做 SQ？ 就是他们叫我长两公斤咯，然后就长奶奶咯。因为去 SQ 考。那时候我不是刚刚讲，不是比较碰碰。啊，碰碰。是因为我要去飞，所以要变要正飞。对，他就 SQ 第一关过，他就马上跟我讲，师傅第一关过了。我说没有用的啦，什么都没有。结果他妈的去考 SQ， 真的给他考 SQ， 他你们好练，人水有的飞，结果飞没有几个国家 ，COVID 来了，啊你那都没有东西做了。Yeah. 每天在脚上哦，在家翘脚打苍蝇。OK， 你 message 今天要讲就讲到完。OK， 你没有工作了，你有没有 message 我？有啦。你写什么？我写师傅，你有没有请？你要不要请人？我还有那个 message。OK， 你看，我可以给你玩。你们看，真的，你们看，我表演一个东西给你们，你们看，甘妮娜，她先。等一下，我找。我跟你讲啊，她send给我，我给你们看，她send给我的。我没有，你看那分钟啊，我没有二话不说的哦。我有接到，我现在我演给你们看，现在我演给你们看，马上演给你们看啦，演给他们看，来，等么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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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你的电话号码要记住啊。我盖住没有？盖住啊，你看，这是你的号码吗 ？OK， 来，阿什么？赶紧拿我的号码，他妈的，你给人家看，阿什么？我讲，师傅，你还有请人做工吗？我就问你做梦。我要赚一点钱。好的，小问题，我帮你，迟点我联系你，什么做直播，卖东西，卖东西你 OK 吗？ OK 吗？谢谢师傅，对不对？要你教 ，OK， 我讲要你教。有没有看到了啊？因为我不会讲话了。看啊，他先给我问他，我回他什么事？很快耶，他礼拜我很快。很快，你讲什么？我要赚一点钱。我就这样，他说我就自己想，他妈的，他又来要来又来叫我。带他了，林北一听到他说 SQ 没有工作了，他又来找回我，我整个电话掉了，林北整个笑了。真的啊？我讲真的，对吧？他没有跟我讲的。我没跟你讲，我整个电话，我敷衍他了，我说 OK， 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去教他，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结果他从我奶奶下手。结果你看，现在比林北更红，一天跑三场直播。哦，那你比你更红。以前直播，歌台两场三场，现在你是直播三场，一场2000，三场6000，一个月63180千。他说他跟我讲，他做多3年，他每次打到他那个 SQ 架飞机，他现在堵拦他了，他要整架飞机买回来。他要买飞机回家。李腾进来。李腾啊，李腾，他要巧合，我这样算了，一场5000，我们算2000就好，一场直播三场6000块，
6000块一个月，638，187。他做了5年，要买下 SQ 的飞机，因为他给机长欺负，所以讲那个对的。他很不喜欢那个飞机，所以啊，他要买整架飞机回家打飞机。我的家里放不下，对不对？买飞机，打飞机很难听的。我不可以。不是很难听。拿回家打飞你看你乱乱讲我赚多少钱，每个人讲我赚很多钱。不是我没有，我没有。哎，不要叫我们网红，我们不是网红。No， 我们不喜欢人家叫网红。No, no. 我们 class 的， yeah, yeah. 你不要叫我们网红，因为我骂粗话，我下去新加坡，他跟我的徒弟，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的 level， 我们是百万主播。哎，师傅，我罗尼哥进来看你。罗尼哥啊。那个。罗尼哥呀 ，I tell you 啊。The one who speak English， 那来啊，李腾来了，叫曹华。叫曹华，他妈的李腾，他妈的你会。没有，我很喜欢跟李腾做直播，我那天我看，那天我看，李腾那天我看，你带的不错。我跟你讲啊，你每次在节目有什么大小问题，那个你每次你不是跟李国王啊，你跟你做搭档，我觉得你应该带巧儿。来带我。真的。不是我昨天因为你一放一来一放一来，因为我们主持人啊歌台是这样，你放他补他补，这样就不一样，很好很好，可以继续跟他合作，可以，因为你跟他李腾写好的，对，你要跟我写粗话，真的，别人这样你就身经百战了，哦，对不对？他讲没问题，乔儿很聪明，很聪明，对啦，所以你可以带他主持，连我带他骂粗话。好不好？我带他妈出啊！OK， 你讲这样久了，我等一下还要赶一场直播。你看那个时间，9:15，你跟我讲，我等一下还要跑。一万多人呢。你到底今天要介绍什么？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啊，猜到的人啊，我先给你们猜一下，猜到的人，我送你一套鲍鱼68块，我送啊，好，我送红烧啊。我们今天给你们玩两次机会，马来西亚都送，台湾邮费我付，马来西亚邮费我付，全部送到完。只要你们猜这个产品价值多少钱，我就给了。李腾讲粗话我不会。粗话我叫你干你那，你要开始李腾，你要写 K N N 干你那干你那干你干你那干你那干你那干你干你那，哦，这个就很好玩了，这个就很乱。OK set 不是 KTV 歌，干你那 KTV 歌，来我给你们看啦，好不好？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永远猜得到多少钱的人，您别送你一个鲍鱼啊，送你一罐鲍鱼。这是什么？来，阿哥给阿哥，来你看啦，这个不高，今天要卖的东西就是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不简单，这个是法国 blend， 你那张纸，那不。麦克风，干你那巧儿啊！我真的不知道，巧儿是干你那这个麦克风啊！干你唱个，喂喂，好像你的女朋友讲的，意思这个好在哪里？你在家里你喜欢它，因为你买它你一定要喜欢它，你要抱它，要盯它，没有这种东西要培养感情，要摸。你看它是有人性，它比我大，对吗？它有人性的，你看它会听话。他是一个罗巴，新加坡蛮会走的罗巴，你看，来 kiss 王雷，来怎么样？对不对 ？kiss 王雷，啊，他是不是 kiss 王雷？对不对？啊，他说，哦，他说李腾你控干了，其实我跟李腾也不熟，我跟他不熟，他很好玩，很好玩哦，我看到你们主持，所以这个是法国 blend 啊。给你们猜一架，你给我看那个 comment 啊，阿哥的名款的 comment 啊，你看我的 comment 啊，我马上送给你们。哎，对我这一架手机哎呀，有人讲空调，不是空你妈的啦，空调空有黑的，有 mother 的 no 啦，这个是 speaker 音响，有人猜对，他们猜588，高，等一下，高级的音响，这个是来自法国的。Yeah. 我跟你讲，刚才我听了，等一下给你们听。Okay. 我跟你讲啊，它就是音响中的 HM。Yeah. 你明白什么叫 HM 吗？我懂。就是皮包界里面最贵那一架。对。就是音响里面，我跟你讲 ，On Radio 全新加坡没有人不认识。如果 On Radio 没有人认识啊，就是不是玩音响的人。
你知道吗？1922年做到现在，哇，做音响，1922年做到现在，做了80年的音响，我可能找不到。这个是已经第三代，阿公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孩子，孩子现在又传给孙，第四代差不多要接手了。哇！我跟你讲，我听一下吓到，哎，不是麦罗蒂嘞，不是咖啡店嘞，不是黑尼嘞，不是摩羊火表情嘞。如果你们有玩音响的话，这个最适合你。来，这个是法国，来自哪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法国啊。啊，来自法国有什么音效？什么 okay, 啊？它是 Adas 等级到高级，哇呀呀呀！然后养生机的特点啊，养生机，养是养吗？养那个啊，提手旁养生器，养生器啦，养生器啦，养生机，阿明呐，养生器，香鬼，这个是养生机，养生器，阿明呐，养养生机，您别听了，哎，有这个花眼，为什么有养？我妈的，这个养生养生剂，哎呦，养生剂啊！再来再来，妈的！它是球形，方便放置在家里。来，球形就是这样啊，就是一个宝宝，它就是这样啊，这样戴啊，它就这样戴啊。来，你要出门，你要去哪里都好，像 bowling ball， 像 bowling ball， 就是这样，这样很好，这样啊，很好啊，很好拿的啊。再来就是，你看啊，你看，你看，来，它整体就是这样，哇。然后整个就是这样，像柏林波哎，等下像柏林，像伊利，像伊利啊，OK 了 ，OK 啊，法国的啊，我跟你讲，整粒一开，我跟你讲，整个你家里好像奇效。好，我们现在玩个游戏，什么？猜一下，你这个它的功能怎么讲？有讲吗？讲了吗？有，还没有讲。讲来。OK， 就是它的质量是清晰度、声音，很难读哎。声花眼声。很轻美 ，I'm walking。不用急，等一下我叫他们的人。OK， 就是我们给他们玩先。妈的，叫他人家，读，这个报告新闻，扬声器，这个讲读啊，有两个面门，怎么？这个讲读啊，他示范唱歌，这两个字怎么读？你呐，我跟你讲，他老板就在看了，瞧你哪部哎 ？No， you tell me English， English， I can。Ang mo， ang mo。要 English 啊 ？No， no， English。Ang m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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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one。哪里有人讲这样的？这个法国的无线扬声器啊，这两个字怎么读？这个扬声器的什么？这两个，你呐，等一下我们叫他专业了。现在我们先给人家玩这一台多这一台啊，伊利亚呀，这伊利亚没有包括这个架子啊，没有包括这个架子，将伊利亚送去你家，你要拿去阿妈家，你要去拿去谁的家都可以听，你要拿去哪里都可以，猜一下多少钱？488。对，给他们猜，给他们猜。阿哥看到我去不？无。阿你话，阿哥看，阿你看，阿你看，阿你看 ，OK 啊？你猜下了哈？否认你小华哥喽。我猜，我猜。你猜下了哈？来，你们猜，猜到的人啊，今天猜到的人，我送你一套鲍鱼68块。就那么这么简单。鲍鱼讲9毛9。9毛9是啦。有你背背上啦。9毛9你可以买到什么？你知道吗？阿妈的狗吹气而已。我也都买不到。我猜1999。错，1999错。1999错。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新加坡总代理。如果你在外面，来阿哥，很快些 brand 先啊，来这个 brand 你会读吗？这个 brand 叫来这个 brand 叫什么？我不懂 how to pronounce brand。Tabas。如果你在外面看到的，就是穷了，站在全新加坡只有我们 on radio 代理。4990。四九没有这样贵啦，啊，好啦。388错。啊，388错，388。那你以为699？我错错错，多一点，多个四位数，四位数。6888。四位六没有啦，没有这样贵啦。你们认识货的人知道，有一点知道，好不好？你们慢慢看啊。我们现在要叫那个人背出来，来啊，博雅，帮我一下，来解释一下，我们来解释给你们。我们解释给大家听一下， yes， 来，因为他解释的比较好，对对对，他这边的装人，我们就站在这边，不然等一下我讲两句，不用口罩，不用紧，懂 ，OK？
啊，因为我叫他们专业的比较容易，为什么呢？专的容易，我觉得是什么？因为他会详细，因为这个是没办法给翻官委，没办法再见。2888错，你签，来，金签啊，金签，来，阿伯，1890错，林家阿伯，1890错，1890错，啊，3888，来，3888，来，3888错，3888错，错，啊哈，错。OK， 来，你们刚刚那完了。这个是山阴的，2388，2388错，你该夸，错来，来阿伯先介绍先啦，你夸的话，小丽的3180，3180，他宣布了，我们叫人家猜，你猜你还，不用急，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等一下，你跟我讲他的功能，他是来自法国的，来，为什么会这价这样贵？因为它里面有，你不要看它小粒哦，跟我的头一样，它里面都有少女歌哦，都有在里面哦，都有，对对，所以这个出来的声音是很强壮的哦。所以今天买的人是多少钱？今天买的人啊，今天他们买3020，今天有特价啊，这个小粒的啊，过来3020啊，3020啊，这个不要拆了，这个我们不要拆，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开给他们听？有没有啊？来，随便啦，现在，卖鱼仔并错号码，来，我叫换 ，来，要黄更，来，阿公，你巧练，你看见，来，你看，你讲啊，听这个歌，你们看这个歌有多好听，对，我们再另外一个，你看这个大傻小小丽啊，对，没有这个奖啊，3020没有这个奖啊。啊，这个脚加要加750，要加700万。阿妈，一拿来，我香菇怎么叫？我在，快香菇，一滴二呀。香菇是这样叫。来，跳舞。好，给你的。来摇啦。
比较好听。阿林北不是原唱。干你那掐死给我啊！干你那是欠干。林北就是原唱这首歌，点击率300多万、400万，在 Facebook 也有。Yeah. 啊，你听啊。什么歌来的？不是，你要听这个音乐啊，它好在哪里？它的刀，它的后面的声音。嗯。我跟你讲，内脏都听得到，唱歌唱者的喘气声都听得到。呼吸声就唱得到，因为你是要顶级最高级的音响才会有这个效果。你去普普通通买几百块，我跟你讲，你绝对听不到。你不相信你要听，你要听，你现在听不到。你来到这边，你一定会喜欢它。为什么这一粒东西这么贵？我真的都有冲动要买。你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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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你去听。哎，不不会跟你啊，你听。他给你 try， 开大声一点，开吗？有没有？他有没有？他尾声？你走过经过，我跟你讲，你过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只是推荐，对对对，我们今天推荐啊。如果你们喜欢听音乐、玩音乐的朋友，你们可以先 book 一个 appointment 下来这边看。对 ，OK。号码都 book appointment 是6738013。没有 ，keep 我们有 keep 在那边啊。在下面的。来啊，小文，你要去哪里？下一站。下一站我要去Geylang。Geylang 啊，进啊，这边七进进。Yeah.OK， 你可以剪多5分钟。可以。来，我们再玩多一次。这个票给他暴露掉，他妈的，他讲这个是大力的，另外一个价钱。刚才那力是3020。大跟小的有什么分别？一样。等一下我叫他开，我叫他开多一次，对看对看他的声量。可以。这个的价钱，请猜一下，猜中的人我就送你们鲍鱼，因为他刚才那个人他阿婆不知道，对对对，好不好？然后就不知道啊， yeah. 然后就不知道啊。所以如果他们叫你 play 大悲咒 ，no 啦 ，no 大悲咒 cannot anyhow play， OK？ 小鹅快放干，放什么干？我没有干放。来，给你们猜啊，只要最接近我就送啊。OK。这个可以用手机还是什么？手机接吗？要讲。手机、YouTube、蓝牙，你要去哪哪里都可以，很容易的。你只要 connect 到就可以用了。可以放 player 吗？可以，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一定要蓝牙，一定要蓝牙啊！我跟你讲，刚才那个是3020。他们猜这个688吧？688错，好不好？没有这样高，没有这样高，低过688。再来猜，送你鲍鱼啊！4888错，5800。5800接近了，接近，我就要快一点，5800就快了。5180接近了，5180，5080错，再来，好，再来，我们就马上送鲍鱼了。你接的这一粒就马上送了，我就讲乔的手上，5280错，他的后面啊，你不要猜5080，5080，我跟你讲，后面你不要猜八，对，没有八了，5538，553，我差一点点，哇。太高，5538，5088错，5088太高啊，五二八空，我跟你说没有80的，没有八的，没有88，也没有80的，5228，我家里的电话号码，5288，我家里电话号码，5130，没有这么少，高一点，刚才阿哥那个车差不多要对了，来，5988太高了，再来看，4350太低了，5000多了，5000哇。4588错，5040，5400太少，5400，5400，5200，等一下，
什么名？你的搞笑是5400啊，5400 Carol Chan 你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可惜。再来53005350错，52005200错，5450来选 Tom Ng PM 来给人家看一下，来给人家看一下，证明一下 Tom Ng 5450 PM， 我恭喜你得到我们的三罐鲍鱼。Tom Ng 送给你了三罐鲍鱼，三罐鲍鱼。OK， 然后关于这个东西啊，如果你看到你的 comment 是比这个人早，我是每个人的电话，不一样，他的 comment 不一样。OK， 所以我们是以我们的电话看到谁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抢第一个。我们这边已经四架电话在看，所以这架5450好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现在要开一个一首 techno 的歌，还是快歌给人家听？来，所以你直接吗？我有，你要走你走先啦，你要走走先啦。OK OK。因为他十点等下接他的，我这边灌播，我这边做到十点轮到他，好不好？因为他现在这边我们在 Orchard Road， 要赶下去，然后要赶下去给他。所以等一下你们来看我的直播。他跟谁？陈建斌。啊，陈建斌 OK 了。我跟他第一次哎。跟他录了。第一次。不要给他哭泣， okay. 他一定笑醒你了。他专吃嫩草，他最出名的老牛吃嫩草，你还敢借？刚才我一播三个照片，很多人叫我小心，小心，我怕你内裤内衣都没有剩。我今天穿了三条，我应该，应该穿密码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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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OK， 等一下十点见 ，OK， 你们继续听。来，5450这一台没有包括 stand。没有包括 stand， 这个是法国的，它里也有 Safour 已经在里面。你现在我直播，你听不出它的味道，你也享受不到。你要进来我们这边，你只要那个电话号码给我知道一下 ，boy 啊，那个电话号码你要的人七来67380138啊0138来给我啊，你们要的人啊，记住还是来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已经 bling 在那边了，来 PM 我们。几十年来，我们新加坡有两间，一间是 Orchard Point， Orchard Center Point， 0341 On Radio， 还有一间在哪里 ？Adelphi 啊，那边是几楼？0210。所以如果你们要过来看，你相信我，享受一下，来享受一下什么是叫做 Radio， 什么叫做音响，什么叫做播音器。妈的，有的人我买千多块，以为很好。哇，在家里那边一粒，那家里那边一粒，我跟你讲，你买到的不如买一粒小小粒，不定位，整间冰冰冰冰，嘎嘎，明仔来买，后日来买，开一粒，三十米扫个变个天光，开个雷流家来，嘎嘎个开大声，恭喜恭喜恭喜你，特别 repeat， 特别 repeat， 三十米个超个正过吹到，我跟你讲，这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啦。一台不要心痛，我觉得你玩音响的人，你更加来要来 On Studio， 我觉得 On Radio 你们觉得不会陌生，好不好？要来的人，好不好？你帮我们打这个电话做 booking 啊，要来的人，你们喜欢的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好不好？上我们的网站全部在这边啦，也可以 bling 在这边，我们已经 bling 在这边了，所以啊。我们现在开那音乐，他开的要到半个小时还开不到，喂，不用紧，我们自己，我们再来玩，我们再来玩啦、啊，来，我们再来玩，所以等他开不用紧，我们慢慢开。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的，来这两台，你看啊，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台是目前新加坡只有 On Radio 代理而已，只有 On Radio 只有他们代理而已。没有人代理啊，没有，绝对没有人代理。所以如果什么什么150啊，等下那边看有什么 follow 啊，5450对啊，伊琳娜丹什么，我看不到按摩了，不知道你们啊，29号对，来一个开 baby shop， 一个开宝宝，可以。连比赛也可以的，我不知道他们开个，他们要 connect， 他们还没有接到，好不好？你也有，你有都定有、啊，刷定我多抓嘛也可以，放、啊，随便都可以，你可以叫关掉那个，你随便有歌就可以了啦。你关掉就可以有歌，来，关掉，对，这样没有关系，如果 connect 不到不用紧，你们来联络我们，好不好？我们这边有那个电话6738-0138，你明天后天来，你可以来享受过来，要小丽的。啊，那个小弟，我们要大力的，我们要听大力啊，大力没有了哈、啊，大力啊，我们随便歌，所以今天呢，没有大派歌了 ，English song，
English song 我觉得 OK 啦 English song 中国老总我要放给你们听一下啊，你妈的啦张过年歌也可以啦吹不过没关系我们呢今天开始我们你要来的时候你打个电话来还是上我们的网站6738-0138 6738-0138你 contact 我们来今天看你要去澳洲路看你要哪一个地方啊你们喜欢的我觉得啦来澳洲路走啦也可以来澳洲路我现在在澳洲路啊哈来这个是5450这一台哦5450很高是不是小小粒而已是不是价钱很高但是我觉得啊物有所值我觉得物有所值真的没有骗你的如果你要小粒的就是这个啊，不要给你买了不用了开不到就没有办法好不好因为刚才你们应该是 standby 开那些歌来还是你要小粒的啊还是要小粒的连这个小粒是这样它就是这样小粒而已好不好这样小粒它手不重它不重它也是不重所以这一粒啊它有一个给你一个 handle 哦，给一个 handle 这样啊，你可以它你不要小看这一粒哦真的我刚才来哇这粒卖3020块啊这样贵啊这粒像打无灵的对不对啊、哦，好像打无灵我说哇这粒有人爱不结果我听到我都想买真的我听到我都想买真的我们跟你讲啊我们今天卖你啊没有包括这个脚啊你们可以去问啊这个脚没有包括这个脚啊没有包括这个脚啊只是这粒投以3020这个脚是750块哦，他们找不到音乐他们 connect 不到哦，等他们 connect 到先好不好我们要给你 try 一下整首歌是怎样真的对有人 connect 不到的哦越碎掉了还小的还大力没有要应该没有你们自己来听因为大力 connect 不到没有办法诶刚才不是可以了现在接不到了啊，接不到就没有办法来我们就开你可以来小的来可以吗connect 不到哦不用紧我们聊天先我跟你讲啊新加坡没有法国的不是中国的法国面临法国的啊那个是法国这个法国货放贝多斯来听啊听啊以前我们同学都是临别扎完毕怎么慢白给结果不听广东去洗洗林老师骂我垃圾兄弟挂着来为你临别呼他够够力谁叫兄弟够舍利那些年的笑话我们共同的含义放学跟在你隔壁让有引起你注意兄弟你喜欢是吗你要就拿去我多想拜拜吹屁屁啊一起叫他讲手里手里拜六礼拜 KTV 兄弟一起去 happy 不要排下临别气今晚全场是兄弟干你不也出大气啊拿起酒瓶冲过去3年2夜北京踢兄弟有没有都好了打对不对老字号啊有人在那边 comment 啊有人 comment 啊 on radio 是老字号我刚才已经讲了 on radio已经在新加坡1922年到现在，已经1922年到现在，我们呢、啊、这一间是在这边，
来，我们是在这边，你可以看一下。来，我们就在，来，我们就在这里。来，我们就在这个shopping center里面。啊，来，哎呀，我，来，就是，妈的，我要戴口罩。Radio 是一间很久的，就是这一间，在这一间。我现在在这一间，因为我觉得啦，你们要享受啊，对不对？1922年，谁说没有影响？谁说没有？谁说没有？有啦！谁说没有？有！谁说没有？有！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这边是 Orchard Center Point， 这里是 Center Point， 所以今天啊，外面卡，外面没有线 ，cannot connect。哦，这边卡了，还卡了，卡了，我就移过来这边，来，卡了，出外面就卡了。他出外面就卡 okay, 他出外面就卡啊，他妈的，来观众，观众观众一下，他大声回答案，给微微答案，给微微答案，我先来数着一行行的泪，寂寞也只剩我的狼狈。来来，关小声一点。我们呢、啊，今天呢、啊，要如果要的人，他的 stand 已经写在这边了。他的 stand 是750块，750块，来这边750块，755。来，他的 stand 是755啊。来，他的全部你们要的东西都有在这边，都在这边呢、啊。来，是没有遮住了，要这样才可以。等，来讲啊。他的 stand 啊，就是他的脚啊，来就是他的脚，755啊，啊，陈志啊，来他的扬声器什么，你们可以过来这边看啊，好不好？你们约个 appointment，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这边的电话是6738-0138，手机空音就在这边啊，啊，手机空音就到了。还 speaker，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有放企业的歌，你要放什么歌都可以啦，你要放 Christmas 啊，是吧？你要放大悲咒都可以了，你买气，你管到你要放那么关这音菩萨，你要放都可以，可以鬼了。对，你要买回去，你要放什么歌都可以的，你要放阿公点客人来看爸爸 baby shark。随便你呢，你要放弯的个嘟的个，够你的事。你要放什么歌，你最有潜力了，好不好？所以你们如果要来看，我觉得这一架你来到现场，因为我这边放歌你听，你听不出。我们的手机收起来、也是那个声音不够饱和，没有用。你看，就是你不要小小看这一粒小小粒，好像西瓜，好像保龄球。你来到这边听，你就知道。On Studio 嘞，On Radio 嘞。刚才有人 comment 是一个老字号，刚才有很多人 comment 的，对不对？没有，我跟你讲啊，这没有折扣的时候更高，价钱更高，这个给你的价钱是已经扣了，因为刚刚从法国带进来啊、已经扣了，没有扣的时候是要到6000块，那一价是本来是3700啦，3000原价啊，原价是3180。那一架是原价5750的，今天扣到是已经有折扣了，好不好？所以你要的人进来我们的店6738-0138零。这个promo是3天的。对，我们promo是3天而已哦，我们不开玩笑，有玩啊，有玩啊，有玩。
音响的人一定认识这个音响，没有玩的人啊，你来猜一下，我们欢迎来看我们，来看我们音响听一下，好不好？马上打电话给我们，或者上网来我们的 Facebook， 好不好？来我们的 Facebook， 来那个 Facebook 给你们看啊，来，伯母课啊，你要你们伯母课要打这个啊，你们 screen 刷起来，伯母课，对吧？伯母课啊，伯母课你们要打 W L 啊，王雷啊，对不对？CABASSE 好不好？还是上他们的 Facebook， 那你去他们的 Facebook 好吧？我已经 bling 在那边了，已经 bling 在那边了。啊，下面呢？连你们自己去看啊，你们自己去看啊。好，也可以 BM 他们，也可以 BM 他们啊，好不好？所以呢，今天第一次做到这么高级的东西，一个一个，不要看这个小小粒，这个小小粒就是。3000多块一个播放器扬声器，就是我们的 speaker， 去到哪里你拿手住就可以了，手住可以，你要去阿公的家拜年，阿妈的家拜年，就拿去那边播放就可以了啊。你要去海边，这个有 jazz battery 的啊，有的 jazz 啊，啊没有的 jazz battery 的啊，走电的啦，插电啦，没有走 battery 的，就是插电要放在家里，我户外不可以，户外不可以啊，好不好？所以你们要的人马上 call 我们或者 PM 我们，好不好？6738-0138，我们这里是 On Radio， 好吧 ？On Radio 的老招牌，刚才有的人听到了，好不好？谢谢大家，我的直播也要告一段落了啊，我一个多小时了，10点不要走，看去看啊，巧儿，好不好？谢谢大家，所以记得明天还有没有？明天有，明天我卖日本餐，明天我卖日本餐啊，每天都有啦，每天都有啦。好不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